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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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底下这个比喻啊，是我非常喜欢，非常非常喜欢的。哎，我有一本书叫做《一半凡夫一半佛》，就是用这个比喻来的，就是一半木头一半火的意思啊，因为木头就是众生凡夫，火就是佛。 这个比喻非常的非常的妙。譬如火从木出，火不能离木也。以不离木故，则能烧木。木为火烧，木即为火。这个木呢，就是众生啊，火呢就是佛。众生念佛，佛从心出，如火从木出。因为佛就是火，佛就是，呃，正觉性啊，圆满的。那我们念佛的时候，等于是跟把我们这个木头。 放到火上去烧，把木头放火上去点，我们叫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你念佛，你从哪念呢？心上念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是火从，哎、呃，众生念佛呢，就是佛从心出，佛不从我们心中念出来的吗？那么也就像是火从木里面出来一样，火不离木，这是比喻什么呢？佛不离众生，火能离开木吗？不能离开木的，因为佛刚才讲了，木是火的根。 木呢是火所升起的这个来源，那佛呢也也是以众生而成佛的，所以由此我们也知道呢，佛度众生啊，他是自然而然，也是必然不得不然啊，他不能离开众生，所以你称念名号，他自然就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呃好像神意玄妙在在当中，这是非常自然的，所以这样也显示佛的大慈大悲啊，它是必然性，这种慈悲呢才才有它的。 必然的功效啊，有它的这个利益。以不离木故呢，故能烧木。我们刚刚讲了，不离木就是说，念佛众生舍去不舍，他不离开你，这也是必然。不是说他赖在你这儿不走，没有说活、啊、赖在木头上。嗯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这就是法而自然的道理。你念佛众生自自然然，阿弥陀佛舍去不舍，不离木故能烧木，就是、说佛能烧众生烦恼木，成为成为慈悲智慧火。 嗯，木为火烧，木即为火，这是比喻什么呢？众生被佛的慈悲火所烧，你就成为佛。所以大家看见木头烧着烧成火了，你就知道我就能可以成佛，就这么简单。烧大柴灶的时候，你说：“哎呀，好啊，我们念佛了，就佛的这个慈悲火、智慧火就烧着我们，把我们一直烧成佛。烧木成火，念佛成佛，这个都是自然。” 所以我们成佛是自自然然的，就像木头被火烧自然成火一样，念佛之人自然成佛，啊，所以念佛成佛，烧木成火，就是就这么这么自然。木有火性是吧？但是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看不见。可是烧成火之后呢，就看见了。哎呀，真的有火性，一烧成火，立粒分明啊，火的冒着呢。重视你佛性看得见吗？ 你看，造凡造罪凡夫哪有佛性？这这样还有佛性？但如果你只要深深念佛，佛性非常鲜明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念佛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好像以为这个很简单一样。诸佛菩萨看见我们念佛，那马上看像看见这个，就像看见木头是起冒了烟、起了火一样。哎呀，这个木头烧着了，对不对？你一念佛，你说什么叫佛性？ 就凭我们这样就是佛心吗？咱们这造罪造业，这个这个魔性呢非常重。但是你念佛，就是你这在这个木头身上出了火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心就是这个木头。你念南无阿弥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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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。南无阿弥陀这个火焰慈悲智慧火焰万丈之高啊，何止是四十里路啊！ 所以诸佛菩萨，那个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得看得非常清楚啊。这个木头来讲，要烧成烧成火，那个火苗火种是最宝贵的，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。那你念佛了，这就是真正的，这是真正的佛。所以这样，你看见任何人念佛啊，你就会，哎呀，他佛性开发了。他佛性不开发，怎么念出佛出来呢？这木头的火性不开发，它能冒出火吗？这木头冒出火了，哎呀，火性开发。所以我们的佛性开发，就看你有没有念佛。 再大本事你不念佛没用，那就是榆木疙瘩，啊，就是那个木头还点不着呢。烧木成火，念佛成佛，都是自然，毫不勉强。这个木头只要能烧出火来，就就成了。至于说这个木头它的纹理好不好看啊，它有疤没有疤啊，它有节没有节啊，这个木头的皮肤这个皮是粗糙还是细腻啊，它有没有刺儿啊，还是滑溜溜的，这些人你管吗？ 对不对？你只要一烧成火，你把饭烧熟就完了。你看这什么道理呢？这个木头只要能烧出火来，它这个存在的价值就达成了。它同样能放出热，放出光。至于说它是什么材料，它有疤没有疤，有节没有节，有横没有横，是光还是刺，是溜还是滑，这个都没关系的。那么人就是这个木头，这个人你只要嘴巴能念出佛出来，你就成了。那么至于说你是智慧还是遇事啊？ 你是染物还是清净？就好像这个木头是干净还是不干净？你这个人脾气好还是脾气赖？就好像有刺儿没刺儿，刺头还是什么样？阿弥陀他不管这些，一把火什么样的木头不给你烧掉？这火，尤其是阿弥陀三昧真火，你什么木头不给你烧了？只要是木头来吧，只要众生，不管是善是恶，是燃是净，是罪是福，是智慧是愚是出家在家，一把火通通烧干净，烧烧成灰，谁也分辨不出来谁，对不对？ 你说烧成灰之后还能分出来，它是当年是战檀木还是什么木啊？烧完都一模一样，草木灰都一模一样。所以只要我们，你不管什么善恶，燃尽这些凡夫，嗯，毕竟都是凡夫，毕竟是木头，没冒火。所以一旦念佛了，都一模一样，这就是这就平等就度，不不分别啊，毫无分别。你看，已经燃了火的木头跟没有燃着火的木头，这个能比吗？ 没有燃着火的木头，你放一大堆，一粒米都烧不熟，有什么用呢？你要烤火，手在那捧来捧来捧去，说木头很多，然后一点暖气没有。所以这个关键的木头要发挥作用，就是要把它点着。点着了火的木头跟没有点着火的木头那是不可为比。话讲回来，念了佛的人跟没有念佛的，那能为比吗？说你家有钱，那算啥呀、啊？对不对？你有钱有房有车，那算啥？你要会念佛才是出了火。 啊，那就不算，不看这些，所以已经专修念佛的人跟不念佛的人完全不可比。自于住善虽自于住行虽名是善，若不念佛者，全非比较也，对不对？<laughs> 下面继续，你看这个木，木虽然有火性，但是也有湿性。你看那棵树，它有火性，还有湿性呢。 就是潮湿的，里边有水汽。当它湿性为主的时候，你不仅点不着火，它也聚火抗火啊！你看啊，这个木头放火里烧，如果过里火非常大的时候，你拿一个木头；如果火非常小，你拿湿木头不行。火非常大的时候啊，湿木头也敢往里面塞，你塞住，但是它不出火，啊，它抗拒这个火，哎、啊，它跟它对着干，这是木头，这是湿性。这个比喻什么呢？人有佛性，也有魔性。 当魔性为主的时候，不仅不念佛，他还要毁佛灭佛，这就是失性魔性为主。你看多么像啊！是木头，你只要用火来点，迟早都会点着。你要在锅里烧火，只要是木头，你用火来点，迟早它就被点着了。不管它的抗拒火，是人，你只要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成佛，对不对？ 所以一个人只要他念佛了，你就知道他现前当来必定成佛。这是，这不是文中这个大师菩萨讲的吗？所以你像木头哪也烧不着的，你说时间长一点而已吧，长也就长那么几分钟而已。所以你说你这这个人，你说他魔性很重，他只要念佛转过来，也就是比咱们多了么顶多一辈子两辈子，说不定还是十年二十年，说不定还是一年两年而已，快得很。这样成佛还不快啊？快了。 跟你六无量劫六道轮回来比，你就是太快了。人心是木，佛名是火，常称常念，自然成佛啊！我们的心就是木头，佛的名号就是火。刚刚讲佛是火，现在再确明确讲一点，就是拿阿弥六个字就是火。你将念，拿阿弥，拿阿弥陀佛，自然就成佛了。用火来点木呢，有几个过程啊？这个也非常好玩的。你看火来点木头哈、啊。 一开始不出火咱出水，你见过没有？就是火啊，这个石头木头非常湿，往火上一烤的时候呢，它不仅不出火，它从那瓣儿里面还冒水呢，嘲嘲嘲那个水光就直溜。为什么？被火一烤，它急出来的。所以人这个魔性，这个着急啊！你看，你要用佛法来渡他的时候，他就给你抗拒，他反对，他诽谤啊，不要出家，我不要念佛，哎，就专门冒这个水对抗。 但对抗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说完了算了，我就把这火离开了，那他他成了，啊，他他他胜了，他不就魔性占长风了？不行，继续给你好，接下来他还没有出水，接下来不出水了，水烤干了，水没有了，不出水反出烟哈哈，冒烟了，你知道吧？再下来既出烟也出火，他一开始你看烧先烧的时候他出水，然后呢不出水他出烟，火还没有出来，他冒烟了。 接下来呢？烟火同时存在，既出烟又出火，啊，再下来火转大，烟转小，火越来越大，烟越来越小了。到最后全是火，没有烟。这个水代表什么呢？水就代表我们对佛的这个诽谤、抵抗、反对。这个烟代表什么呢？烟代表我们虽然念了佛，还有疑心。这火代表什么呢？火代表我们的闺蜜，啊、呃，这个顺从，呃，完全依据于佛法。 我们被佛所呃，感染，被佛所点着，就这几个过程。你看，你教人念佛也跟这个烧柴是一样。你先教念佛，他不念佛，反谤佛，就是不仅不出火，反而出水啊。<laughs> 接下来他不谤佛了，虽然不谤佛，但是有怀疑，真行吗？这就不出水而出烟，开始冒烟儿。接下来他也疑心也念佛，便怀疑，嗯，我也念几句吧。嗯、这又出烟又出火啊，又变疑变念佛。接下来呢？ 念佛念的更多了，信心越来越增长，疑心越来越减弱，就是火转大，烟转小，到最后就成为我们各位这样子，专念佛不怀疑，那就是全冒火不冒烟儿、嗯。圣道门修行啊，自修成佛，就好像是木头自己出火一样，这很难的。 木头虽然有有佛性，叫他自己住冒火，那是很难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净土门念佛成佛呢，如同燃木成火，这很容易，把木头烧成火，那比那木头自己吃冒出火，你说这个能比吗？木头放火上一点，它自然就成火了。你要自己冒成火，那太难了。说圣道门要自己自力修行成佛，那非常困难。净土门呢，靠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名号，阿弥陀佛的向好光明，它就是火啊，是已经成了。 纯粹的三昧真火，我们念佛自然就是把木头放上点，放上烧。你只要是木头放在火上烧，迟早就要烧着，迟早就要点啊！我们只要念，呃，众生只要念佛，你必定成佛，就这么简单。